家好，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萌滚滚秀。据说我们滚滚们个个都是有个性的小主，平日里想要调动这些小主可不是容易的事情，所以站好了各位，记住您日日夜夜想要呼唤的名字。本期技术帖教您正确呼唤您心中的宝。亲亲，正确方式之一，叫对他们的名字。亲亲，这样的基础应用篇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滚滚们必须正确应用姓名。亲亲，亲亲，我是专门跑过来看你的哦。我是你的粉丝青青，你喊我嘛？他是暖暖，不是青青，你个假粉丝。这只叫福宝，不是暖暖。当然，呼唤骨骼清奇的滚滚们，各位也一定要特别注意，一定要用最美丽的称谓。孩子，孩子妈妈，快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过来一起耍嘛！嘿 ，baby， 嘿 ，baby。其实滚滚们个个都是高雅的艺术家，所以想要正确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一定要注意一下咱们的音色啦。给你堆，乖耍，乖耍。太乖了你，可以可以。春天花飞开，鸟儿自由自在。讲到这里了，小编还是想要送大家一招真正管用的了。李堆，你是不是李堆？你走啥子哦？乖乖过来，咋还跑起来了呢？谁说滚滚们无情？如有美食跑不停。当然，此招仅限于饲养员使用。当然，最后一招也是最最管用的一招，内容一定很劲爆，是什么呢？等，等着吧。其实小编不是这个意思，小编想说，他们理不理我们，我们还是要表达出对他们的爱，说不准就理我们了呢。What the heck?